王宗伟三人就藏身在边境天普山内向西5公里处的一个庄园中，时间紧迫，即刻行动。故事的结局谁都不知道，一直在寻找。当伤口痊愈，你说你还好，什么都没事。叫我看真相，你心而起，带着善意的角落只想沉默着前行。伤痛总会